哎，七皇子，王贵妃可在宫中啊？我母妃啊，在呢。这下好了。下官参见王贵妃。朱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臣刚刚在宫中看到七皇子了。绿儿，绿儿是不是又闯什么祸了？这孩子一天到晚到处乱跑，竟不让我省心呢。这个倒没有，只不过我看到他拿了一样东西。东西？我刚刚看到他拿了我家燕儿的画像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如此甚好，这件事儿我们得抓紧办。玉瑶呢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是他的贴身侍女，你告诉我不知道？可能在院子里。院子里？我找过了呀，没有。说实话，玉瑶，太子，不是你怎么来？不是让你保密的吗？我饭都还没做好呢。等你做完了，我们就该救火了。你的头发，好像是糊了，没事，来尝尝这个，试试看。这什么？豆干炒辣椒。挺香啊。没事，那尝这个吧。这是什么？蜜糖烧鸡啊。这鸡挺惨的。小姐这道菜做得真好，蜜糖烧鸡，起码烧字贯彻得很好。哎呀，我这不是刚学吗？我以后会做得更好。好啦，来，好啦，辛苦我麦飞了啊。今天我们就先不做饭了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什么？头发。
好了，来。哇，你没想到你还会剪头发。我只是给你换了个发型，把烧焦的地方盖住了而已。好看。哎呀，没想到第一次煮饭就变成这个样子。没事，你再练练就好了。我还想着吃你做的饭呢。嗯。哎，我还有其他事，就先走了。嗯。要不我刺绣吧，弄影，你教我刺绣吧。我不太会。你一个侍女不太会刺绣，哎，别人家的侍女都会刺绣。我又不是真侍女，再说了，别人家小姐都会刺绣，你不是也不会？我又不是真小姐。你倒是可以找一个人去教你。谁啊？朱颜，听说朱家大小姐在刺绣方面很好，但我又跟她又不熟。不，你俩很熟。还好啊，我们俩刘玉瑶和朱颜很熟。不是去找太子妃办正事去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回来？哎，玉瑶给我做吃的了。好吃吗？你敢吃？没敢吃你在这没什么。你懂什么呀？啊，左思墨，你干嘛？我想给玉瑶买点东西，可是我不知道她喜欢什么。那你去问啊。哎呦，问了那就不叫惊喜了。哎，你去帮我问问弄影呗。弄影？嗯，我不去，要去你自己去。哎，我去也行，不过我去完之后顺便告诉他你小时候尿裤子的事。弄影是不是在院子里？去吧。哎，弄影。弄影见过公孙大人。你跟太子妃这么久，可知他有什么喜好？想听实话？当然。小姐她呀，喜欢短刀、机关、火药之类的东西。梦影姑娘，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我实话实说，小姐是个才女，当然喜欢琴棋书画了。我就知道太子妃一定喜欢这些。行。唉，傻。可你就是五皇子，我就是朱家小姐，还请五皇子不要再把小女放在心上。我们也不要再见了。请。小姐，太子妃来了。
玉瑶，嫣儿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不对，是太子妃。你呀，跟太子成婚之后就没来找过我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？我是来学个手艺的。手艺？这个是简单的小样，你可以先绣着试试看。哦，哦，这线可能放久了有点脆，我给你找点新的。哎，这不是我借给五皇子的望远镜吗？怎么？你们啊，这个是我在花灯会上捡到的，可能是五皇子不小心弄丢了。既然是你的，还是物归原主吧。哦，谢了。这个礼盒一点都不懂得珍惜。啊，不说他了，说说你今天来找我是想学什么呀？鸳鸯吧。鸳鸯？我现在正在绣的就是鸳鸯，还有一个，是我前两天刚绣好的，你看，喜欢哪个？这么难？啊，鸳鸯不太适合我。有没有那种就能代表两个人的情谊？基础款，基础款。这个呀叫连理枝，比较简单一点。这个看起来比较简单啊，就这个吧。好。对了，你最近有没有新写一些诗啊？要是有的话记得给我看看。你的诗啊温柔细腻，那种感觉我怎么都学不来，也就女工比你好一点。你不知道吗？我最近特别忙，一点写诗的心思都没有。我现在一心想着把这个刺绣学好。玉瑶才女连诗都不写了，专门为了太子殿下学刺绣，看来你们俩这感情相当好啊。可你当初嫁过去的时候，大家都说你们两家关系对立，我还怕你日子不好过呢。现在看来啊，我是白担心一场。还有什么对立不对立的？不就两个家族之间的问题吗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不过我们两个能走到今天，我觉得是命中注定，一种缘分。缘分？嗯，我们俩兜兜转转竟然能走到一起，真的不能不信缘。那你说缘分真的能让两个人在一起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不过除了缘分以外，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两个人的心。两个相爱的人一起突破一切困难，相信爱情，相信对方。这不是有这么多了吗？啊，这些都是我店里的镇店之宝，若不是太子殿下与我有恩，我才舍不得拿出来卖呢。总是觉得少点什么。这什么？啊，这是和田墨玉原石，前段时间刚买回来，还没来得及雕刻。原石啊，我就要这个。太子殿下想要，当然可以。你要这个干嘛？哀家，就别管那么多了，我自有妙计。玉瑶妹妹如此聪慧，以后多加练习，必定绣艺大成。今天谢谢严姐姐教我这么久，别那么客气。这个是你所绣图案需要的丝线，你若不嫌弃就拿去用吧。哇，这么多，真是让你费心了，谢谢你。不过今天的胡言乱语你可不能说出去啊，是我们俩的秘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
这是五皇子给姑娘的信。劳烦公公了。公孙大人。哎，五皇子差人又找你干嘛呀？这件事情您还是不知道的为好。小轩子给你的信上面写了什么？哎，您就这么想知道？那给你。姑娘抱歉，上次托公孙墨大人借的望远镜被我不慎弄丢了。看完了？龙吟姑娘，嗯，你把信收好啊，别弄丢了。小姐，您要的糕点我给您拿来了，这是五皇子差人给您的信。写的什么呀？这个望远镜价值连城啊，你给他回信吧，你就说这个望远镜是我给我侍女的宝贝礼物，居然弄不见了，那就赔钱吧，10万两吧。哎，小姐，哎呀，这个是被朱颜恰好捡到的嘛，不过能找回来是我的本事啊，而且确实被他弄不见了，他赔钱是应该的嘛。这样，等钱到了，我分你一半。要个20万吧。等一下，20万两金子吧。这样，我可以给三婶盖个新房子。石头的书费再也不用发愁了。前几日您丢在宫灯会上的望远镜被朱尚书家妍儿小姐捡到，已经递给太子妃了，物归原主，五皇子不必再自责了。原来他没认啊。哎，五哥，叫我救起五哥，我在你这躲一宿。你不出宫去，跑我这儿来干什么？别废话，明天再说吧。不是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还是别问了。哎。行，正好明日我也要出宫。皇后放你出去了？母后明日去庙里祈福。两个相爱的人能走到一起吗？当然可以啊，
不过除了缘分以外，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两个人的心。两个相爱的人一起突破一切的困难，相信爱情，相信对方。怎么弄的呀？不行，我要去找朱颜姐姐。对了，如果李彻找我，千万不要告诉他我在哪。干嘛？你看你，可惜啊，这么好的一块原石，你拿来做这个，暴殄天物。你是一个书呆子，你懂什么呀？我们家玉瑶什么身份？只有这种奇特的东西才能入得了他的法眼。我们家玉瑶还说你不是喜欢他？哎呀，为了一个礼物熬夜进宫不说，连我家都挂在嘴上。不跟你说了，我去给他送礼物去了。玉瑶，玉瑶，玉，哎，太子殿下，玉瑶呢？小姐出去逛街了，您不是准她每天出去一个时辰吗？嗯，不过我一会儿要去大理寺。算了，这些是我买给他的礼物，我先告诉你这些是什么，等一会儿一字一句的复述给他听。嗯，是。这个不宜策论，是前朝最有名的史学家李宠老师的绝笔之作，这里面记载我不说玉瑶肯定知道。这个玉飞影，近代的曲谱，玉瑶这么喜欢弹琴一定会特别喜欢。还有这些是比较珍贵的颜料。还有个东西忘了拿了，一会儿让下人送过来。这个东西你先别让他打开，等我到了我再告诉他是什么。是。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黎崇先生的绝笔之作。嗯，这个是晋朝古曲。这个是稀有的颜料。嗯，还有一个不能让他先打开。嗯，是。晋朝古曲，稀有颜料，李崇先生绝笔之作，晋朝古曲，颜料，晋朝古曲，李崇先生的绝笔之作。你躲什么呢？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没事，我们还是快走吧，要不一会儿碰见我母妃了。绿儿。贵妃娘娘。五皇子，绿儿呢？绿儿。
出来吧。叫你出来。奴婢，好巧啊。巧什么呀，我呀是专门来找你的。贵妃怎么没和我母后一起去庙里祈福啊？还不是为了这个臭小子。今天的事儿啊可比祈福重要。我呢给他安排了。母妃别说了。你害羞什么？那朱姑娘人家多好呀，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，相个亲的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我和朱颜姐姐只是好朋友。还有贵妃说的对呀、啊。朱姑娘的确是好姑娘，该一娶。哦，还是五皇子说话呀，绿儿最听了。那就听五哥的。那走吧。走。哎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嗯，朱颜姐姐不在，我等会儿再去。这什么呀？啊，这是太子拿过来的，还说让我告诉你这些是什么东西。这什么？啊，这个是不不宜不宜。那这个呢？啊，这个是琴，还有这些呢？啊，这个是那个盐，什么盐？啊，反正太子说了一堆，意思就是都挺好的。哦，这个呢？啊，这是太子差人送过来的，让你不要打开。爹和知己见面，叫我过来干嘛呀？你可不能乱说。爹今天要见的是……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说贵妃，贵妃到啊。参见贵妃娘娘，七皇子。朱颜姐姐，好久不见。既然已出了宫，就不要在意这些礼数了。来，坐。贵妃呢，这好不容易出一次宫，我们二人啊好好叙叙旧，你们两个年轻人就聊你们的吧。对对对，我们呀不偷听。爹。光聊天也怪没意思的，我能不能带朱颜姐姐出去玩啊？好啊。朱颜姐姐可否赏脸？愿意前去。七皇子果然聪明伶俐，一点就通啊。朱姑娘端庄矜持，这种事儿啊当然得男孩子主动一点了，你看他们俩站在一块的样子多般配啊。若能得此夫婿啊，那可是我们朱家的福分喽。哎，朱大人请。我自幼丧母，父亲对我的婚事也颇为操心，若今日有何做的不妥的地方，还望七皇子莫要在意。不会啊，朱颜姐姐才是，不要对那些大人的话太过于上心了。哎呀，不过今天我们既然出都出来了，那就好好玩一玩吧。哎，
你看游船怎么样？请吧。朱颜姐姐，请。没想到这儿还有琴。舟行碧波上，人似画中仙。你们串通好的？跟我没关系啊，都是五哥的主意。朱姑娘，好久不见。哎呦，有多久没见啊？前几天花灯会上不是才见过？你还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哟。看来现在我想走也不行了。朱姑娘，我费了这么多的心思，你就不能赏个脸，一起看看风景也好。我既不能跳湖而去，那也只好答应了。哎呀，缘分这个东西啊。哎，错了错了，是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闭嘴，明明是你自己准备的事还不让我说。朱姑娘，那天在太子府，我五皇子，你答应过我此事不在外人面前提起啊。啊，那个这么热呀，这天气，我去那边透透风去。哎呀，热呀，哎呀。朱姑娘，我心里日夜都在想。哎。我这已经是船尾了，我还能去哪儿啊？七皇子说的对，看来今日还是不适宜聊此事，我们还是看看风景吧。别，我还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五哥，今天是几月几号？6月16。好，你要牢牢记住今天，今天我就让你明白什么叫兄弟。嗯，七皇子，别管他，他热。朱颜，你自己回忆一下。从我们第一次在一起被抓，在之后到古玩店我看到你，最后我们一起参加灵犀大赛，每一次其实都是因为缘分。我们之间相处的这么愉快，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。你还记得花灯会吗？在我没有摘下面具之前那几个时辰，我们在一起是那么的快乐自在。如果是单相思也就算了，其实我知道你没有扔掉望远镜，当时你把话说的那么绝，可是后来你为什么没扔掉它呢？你说什么让我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你身上，可是我怎么做得到啊？我先出去透透气，
太子殿下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些啊？你喜欢就好，也莫枉费我一晚上找了10个工匠给你弄。不过就是缺少个东西，还好我自己备着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忘了给他起盘了。你看这个弹弓子不光是好看还好用。啊呀，输了。就这么玩的。怎么你也想玩吗？玩一个。好了。不错呀。哥，所以，我刚刚说了那么多，你不想说点什么吗？你真的相信缘分吗？我相信啊。那就试试吧。太阳落山之前，若这艘小船能够自己靠岸，我就相信你我二人有缘。好呀。这琴是你准备的吗？不是，没想到船上还有这些东西，可能是缘分吧。前路风雨飘摇，姑娘可愿与我同行啊？你我二人归处不同，如何同行？只是船靠岸了，太阳还没落山呢，所以我们俩是有缘分的。有缘，那就有缘了。拿好了。那一阵烟火迷离的你我，全家欢喜风飞天仙云落，这一去我都承认你我有缘了，你还要往哪儿跑？你之前不是问我愿不愿意把所有人都抛开，只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过吗？我现在就回答你，你朱颜愿与李恒一起用自己的心去感受，用自己的眼去看清，从今往后只顾你。
叫嚷一跳。歇歇吧，你都休一晚上了，你最爱的糕点动都没动。哎呀，疼！至于吗？吃。这至不至于。看着确实挺疼的。要不我帮你？不行，每一针一定要是我自己绣的，这样才有意义。放弃，我快完事儿。那你继续吧，我睡了。嗯。终于完成了。不在啊。对啊，我要是把香囊藏到这儿，等他看见了，我就更惊喜了。藏哪儿呢？藏到这儿就好了吗？我才不看你的秘密。刘玉瑶此女甚是厉害，你等多次计划都被她化解，常规手段恐怕无效。但她之前竟然和段公子私定了终身，亦是重情于人。我多方调查过，段公子毫无音信，多半是已被刘生所伤害。刘玉瑶定会因为这些事情对刘生不满，所以你不妨对他示好，让他倾心于你。若能骗到他的真爱，他说不定会背叛刘家，为我们所用。届时，刘玉瑶便是对付刘生最好的利剑。
原来所有遇见